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原的 Ada， 今天带大家看这个就是氹仔市中心最便宜的三房单位。首先呢，我们入到最右手边这一边呢，就是个厨房位。那个厨房这里呢，这个窗呢都是对街的。厨房呢边出边咧就会系个饭厅位，咁右手边呢边咧就会系个客厅啦。然之后个业主咧已经将个露台咧推咗出去，咁呢个厅更加大啦。咁呢个单位系向西南嘅，咁望出去咧就系佢哋个内园景观，绿油油一片嘅。咁首先带大家睇下。第一间房好市正，好实用嘅。呢个就系洗手间位，有明窗嘅。呢个第二间房望翻出去个景观咧，同个厅嗰个景观系一样嘅，向西南望内园景。呢个第三间房咧。就有前后窗，南北对流嘅，所以咧成间屋咧都系好供暖通风嘅。你睇下个厅几大？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咧有兴趣咧，可以随时致电翻我 Ada 查询。